我来用一下这个恶名昭彰的猎人好了。Rexa versus Rexa. Let the hunt begin. I will hunt you down.内战这个放狗留着有好处，因为要是不小心前期打成劣势的话，被对方扑很多场，可以用这个解一下场。另外也可以直接撞对方脸来结束不能胜利的效果。Bring out your dead.Well played. 对方这样出也是很果断，他比我没有死线，因为我先手，所以我其实有死线还不知道。那像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这动物皇冠不管叫到什么，基本都是有用的。直接打。Oh, goody. 这时候他如果有个爆炸陷阱，确实会有点烦。Well fought. Thanks.同时有一种。果断的判断啊，因为用猎人一般就是希望打得快嘛，要这个冲天梯，所以他一看局势不好，立刻投降，这样他可以多打几盘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有一些冲天梯的高手都是局势不好立刻投降的。哇靠！遇到武藤游戏了，这场我去。I will hunt you down. 有人敢取武藤游戏这名字，也是挺屌的，我都敬佩他。吉山命令扣手上，对最后一波爆发会很有用。我要不要扣？这个有点尴尬。我后手的话，第一回合。因为我有结场的，其实我是可以扣好的。来两张，这场就要打逆袭打法，前面都让他随便铺场，后面我再突然开两个击杀命令，把他干掉。Well played. 他如果跟我撞，他就剩24连血。我要欺诈一下。Bring out your dead. 他会以为我可能是毒蛇陷阱，就直接撞我脸。那他就他没有撞到。但这样他就几乎知道这一定是爆炸陷阱。
我的伎俩被看穿了，怎么办？其实也还好了。I let the dog out. Force my hand. 又来个金豆。那只能压他血量，只要把他压到十点血，我基本就十二点我也能，但是十二点要八回，那我要抽到野兽，我要九回六点，不一定能抢他。现在他犹豫要不要打，因为这个都是一血，他怕要是一打遇到那个，结果他还是打了。Okay, well played.这个其实不杀也就可以了。I see you. 哇靠，这要是一个也是太尴尬了。还好有这个，先挡一下。我的这个不能用了。我的这个致命射现在用又不适合，你只能出这个，但血差就被他追上。你现在有点后悔一开始骗他，让我没有兵站官员可以出。I wonder. 被他震撼者爽换了这个。None shall pass. 五点十十二点伤害，我靠，这快死了。I wonder. 我被打爆了。面伤害，5点、6点、9点、11点，貌似还能活，致命射击。就赌一下致命射击嘛，他像12加4、16，我杀不死他。I wonder. 13点。Well played.Quickly.
not possible. Sweet. Well played. No, I think the game is too strong. I can't beat it.加他好友，我觉得那个憎恨者太关键了，就是怎么讲，我觉得幸运币就是被憎恨者限制的很急，就本来幸运币就一每二，你可以有一个回合你可以比别人快，但你要用的时候就他憎恨者就不能用了。不然应该要让幸运币无视憎恨者。Rexha versus Uther. I will fight with honor. Let the hunt begin. 被他阻止比较好，如果他是那个，是那一个死了之后家人。好 goody。Mind if I roll need?死了之后加三加二，假设是那个，我让他加在谁都一样。好 goody。可以限制他的抽牌效果，我如果把这个武器砍死也可以，但这样他要多抽一张牌，我不想让他抽牌，就用这个冰冻陷阱。 Mind if I roll need? 他就可能不敢打。
Reporting for duty. I wonder. How goody! 其实我也可以直接强血，那你要用这个来试冰冻。就让他死。因为他等下试完冰冻，我就有气就没了，我基本又可以强行。啊，我弄错了，我要把自己打死。That didn't quite hit the mark. 因为他等下四万兵动，这可以把我这个换掉，这样就有点麻烦。Follow the rules. Reporting for duty. I'll show them all. 我要先交换这个。哎，这个不错。我现在如果下这个撞死，就怕他放弃，有点麻烦。用致命射击好一点，射到哪个都赚。I wonder.Oh, goody. My Apollo. So, this is 一直蹲在这。The victory. Thanks.Watch your back. Let the hunt begin.打这个盗贼的话，致命射击要留着，就是可以射他隐蔽起来的加密生拍卖师，相当实用。哇靠！结果都排好半。I feel itchy。嗯哼，竟然。我这一出就是给他武器砍爽了。还不如不要出。
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出了。但是他如果有非五刃刃，我就跪了。但我这就是要比他没有非五刃。The light protects me. The light protects me. Well played. 这时候来什么最好？感觉应该来个嘲讽的最好。To my side. 啊，冲锋抛脸，勉强可以接受。就是反正现在就变成抢血大赛，就是。大家就一直干爆对方的血量，这样。这个可能是敲我六点，七点，我是敲他六点，差不多了，这个还可以。我又多了一个陷阱可以用。那我把他每一个弄回去有好处，感觉没好处，他一定会赌一把敲嘛，基本上。听速度可以再见。This guy's toast. Well played. I'm going to get him out. Wow. Oh, shit. Three, four.六七八点，我快要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撞这个怎么说？撞这个的话，我要先被扣两。但等等，这个挡攻击会稍微好一点，因为他跟我换也是要被控制。连撞。哇，来了一个毫无用处。就要被打死，这怎么办？我把它弹回去。猎人也有这种时候。
哇靠！竟然有这个，简直要死了！那我现在还要来一张击杀命令，能力的。没，他剩两费，他还出不了那个。哦，飞刀手，飞刀手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四二五点。飞刀手刚好只能打一点，他还会最后他还会剩下一点，哎，可恶，太惨了。像等一下他八成会下那个，然后自己点死，用个法术把他点死，我就死了。这种时候要做什么好？但基本还是只能出飞刀手。Put the apple on your head. 胜负在一点之间，险胜。Shall bring victory. Let the hunt begin. 搞牧师，哎，憎恨者有点用。但他四费了，要不要留憎恨者？问题是牧师的最主要的结场是四费奥奇奈。五费出这个也来不及抑制他，对。哇，不错，然后一堆死生可以吃。我靠，还来这个。Bring out your dead。吃到四攻牧师就很难受。Bring out your dead。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刚好会被奥奇奈解爆？哦，他用这个，他用这个，他可能没有没有奥奇奈。这样的话要选什么？嗯，动物伙伴哈。哎，动物伙伴，他等一下那个奥奇奈。对，打牧师的话，三一，我如果这样出这个出这个，等一下四费，如果说动物伙伴，等一下四费，嗯，动物蛮多打两点嘛，如果是那个迪奥克出这个的话，多打一点。但这也是先放啊，他三倍他，那就把动物伙伴稍微留一下，
因为我怕打到后面牌不够多。The town stand ready。能用天神技的时候多用一次比较好。哎，这个来的是死海了，英雄。先来一个伙伴吧。但伙伴不管怎么样，赤飞奥奇奈来都是铁砂。不要用那个，现在不要出伙伴。我这样就是降低他使用奥奇奈的诱惑，因为他现在下奥奇奈只是给我两只，也没有那么划算。哦。他要下那个出门的，对，这个猫头鹰的时候，先来一个动物伙伴看看来。哦，冲锋，我就闷着冲锋过就好。冲锋 K 他脸嘛。好 goody。这样我等下会很惨，他撞死我一只之后来个什么，撞我一下，然后来个那个叫什么？ Is someone injured？ 那个神圣星星，哎，他看起来看。Well played。这样我应该要赢了。我现在这边有嘲讽，他有嘲讽。You have that。Thanks。人都有嘲讽的时候，牧师没有好奇的。猎人队现在也是还是挺强势的，虽然秃鹰被赶。Shall be mine. Let the hunt begin. 这个不知道是哪一种弱点，但是基本这样子。那这个对大王是有用的，然后这个对打快攻有点用。他留两只嘛，我后手的话，如果等一下他出来是快攻，第一回上这个，第二回再上这个。压制他，Bring out your dead。哎，这样也行。Bring out your dead。他那下两只死神，一费死神就把我电掉了。但一费死神一般没有那么多，除了猎人有那个蜘蛛。So many possibilities。这时候手牌更有用一点，手牌比秘密有用。Mind if I roll me? Good。I wonder.
就是一个交换的。我可以来一个动物伙伴，看看是什么。To my side. 往吧。这样我还挺愿意换的。Oh, goody. My shield for Argus.我觉得这种时候秘密就有点用处。I'll show them. I'll show them all. 他这个解完，我刚好也可以放过下双秘密。I'll show them.Bring out your dead. Oh, God, 我可以放五只狗。没有，又只剩三只了。哎，这个爆炸陷阱也是来得不错。他就闯他去就行了。他这个怪那么多，等下放狗在这个，把他干掉。Well played. 哎呀，没得放狗了，只能就空砍掉。Put this apple on your head. 哎，他给我撂了。这样是三点加五点是八点。如果全敲点的话，两点剩七点。今天我也可以这样，用这个乱射一个，然后砍他脸。放狗加击杀也可以，放狗加击杀。但他等一下就不能用这个他的时间计抽。我想要让他少抽牌。
Rexha versus Rexha. Let the hunt begin. I will hunt you down. Greetings, traveler. Well, played. I'll show them. I'll show them all. I'll show them.觉得就不要浪费时间打他怪，打他怪的话，他的秘密叫出来，要是冰冻陷阱的话，我那个回手，那我整个就亏了。要他自己跟我撞。这样，这个有可能是冰冻陷阱，但他这个给他不是五点位。To my side. Job's done. So, 爆炸，所以这个难道是毒蛇陷阱？ Put this apple on your head. 真的看起来像。如果是毒蛇，就把你射死啊！Bring out your dead. Well, job done. To my side. 我靠！换不换？竟然不打！他想要等毒蛇陷阱。我其实根本完全不用，我可以把毒蛇打出来，因为我这个是爆炸，把毒蛇打出来也不亏。那我再再，我想再多抢三，既然K 死你 ，Goody。猎人应该没有什么劫场的手法，哇靠，这个爆炸弹太屌了，这真的是威武，被他叫出来。goody！ 因为血量领先太多了，所以我就专心抢血就好。哇靠！那真的还真的太赞了。Well played！ 还好现在噪音被改了，现在噪音在靠养费。当真射飞，这样射飞刀还强血，既可以射飞刀。Put this apple on your head. Join or die or both. 他这个看他先砍哪只嘛，他先砍这只我飞刀留着，还是可以继续射。他如果先砍我飞刀射，我就可以抽一张。所以他选择砍这个，这样我等一下下东西就可以继续。就来得及，方便。
这也不错，基本要。Shall be mine. Let the hunt begin. 这个，如果打大王术之王者也是很有用的。打快攻的话，可以爆了神经。行。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看他现在犹豫，看他选择强子，然后这个，哎，我放个。Mind if I roll me？ 哦，眼镜蛇，眼镜蛇打大王术才有用，打这个快攻的用处不大。Get in there and fight, maggot! 哇靠，他要强血战，跟我比快。伤害优先，伤害优先，伤害优先。Get your big hug! 那可以阿古斯的话，可以保他的孔的。哇，他要用这个，那等于要直接等于二费叫四次的概念。像我的这个眼镜蛇也是可以发挥的功用。出这个再敲两点也是可以。你等下出震撼点，一定要跟我换。然后正手还出这个，没时间出眼镜蛇了。五费也可以，就直接灌他七点伤害。
Put this apple on your head. Why do you call? That's not a valid target.被他压倒在灵魂火就死了，啊！完了完了，要被压倒，双灵魂火。他应该保守了。也没打好刚那场，嗯。好了，猎人差不多了，换个职业好了。